所有跟我一样在追寻梦想的朋友们，如果有想要做到的事，今年一定要有让你们有勇气去做。然后第二个愿望是，有勇气去做之后，希望它后来的结果是一个好的结果，然后可以得到你想要，然后你需要的东西。然后第三个我就留在心中。当然了，保留给自己。OK。第三个愿望我是妈许下，希望我六月一号能够来到小巨蛋参加1999流行音乐奖的颁奖典礼。OK， 你完啦。嗯。那呢，今天是不是要帮大家呢，也唱一下好听的歌曲？好。第一首歌，唱一首不是最新专辑的歌，唱一首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，叫做